天咧，其實啱啱代理翻咗批新貨，所以急不求待咧，嘭嘭聲就同大家講先。其實成架車復原度係超高啊，我覺得係好靚。呢一款車其實咧，我相信係 Kobe 咧嘗試染指 LEGO 大哥佢哋嗰個跑車市場。Hey, what's up? This is Futura. You're watching Toys TV. 喂 ，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今日咧系阿 Brian Low 同大家喺 Toys TV 度讲一讲 Kobe 咧，或者系街上面撞到啲 Kobe 嘅朋友咧，即系玩 Kobe 嘅朋友仔啊、师兄们咧，其实都即系都越嚟越多人关注啊，同埋喺度玩，因为事实上系非常好嘅，设计都非常好嘅，咁啊，所以不断推介啦。咁啊，呢一次咧，其实啱啱代理翻咗批新货，所以急不求待咧，嘭嘭声就同大家讲先，就唔会逐只拆、逐只开、逐只砌噶啦，先同大家。即急報咗先，好啦，好啦，一次咧翻咗一批我諗位數都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，其實我覺得唔止嘅，有16款應該係從來未經過代理咧係進口香港嘅，咁啊，逐樣同大家講啦，咁就都係快講嘅啫。嗱，先嚟一架咧就係 Citroën 啊，呢架嘅前驅嘅。我哋叫老爷车，通常叫其实真系二次大战欧洲嗰阵啲主要嘅战车嚟嘅。咁咧呢一个比较得意啲嘅，其实佢就话系一个法国抵抗军嘅一部车啦。咁其实呢个之前我做过一个 Citroën 嘅介绍咧，都讲过，其实呢架车当时喺欧洲都好多万架，唔知几十万架咁啊，好 common 嘅。其实嚟讲，无论系轴心国同盟军都有用呢架车吓。咁呢一架咧都系另一个新款嚟嘅。咁呢个就注意两名讲到明咧系一个。法国反抗军，因为佢有个公仔咧，系法国反抗军嚟。嗱，其实咧，我知道咧，好多师兄话啦，人仔咧都系即系一定系 LEGO 啦。咁但系睇翻咧，其实如果 Kobe 咧，如果你唔嫌弃佢嗰个外形咧，其实咧，我即系觉得咧，其实有变化仲多嘅，系因为佢有个人样啦，同埋咧，表情啦，加埋个身形咧，其实。我覺得一個另外嘅參考咯，其實不妨可以將你隻擺埋一齊玩都得嘅。其實各有所長啦，咁啊，其實夾埋冇乜所謂啊，人都有高位肥瘦啦。好，咁呢架車咧，仲有一架，另外咧仲有一支咁好特別嘅槍，注意到未係 MAS-36 Rifle 嚇。咁其實呢一次佢哋嗰個叫做喺細節度咧都叫快心嘅，雖然一架普通嘅好細嘅車1:35，但係咧無論架車嘅背景故事啦。人仔啦，同埋武器咧，都有好似花少少心機嘅，因為都係重新開個模啊，嚇咁所以呢一架咧236塊 ，number 係2266，我諗唔會太貴應該，價錢我真係唔知啊，我估計我斷估應該可能100多蚊盒嘅啫，嚇應該絕對唔會過200蚊啊，如果係嘅話就找個負氣啦，係我知我講錯咗。好，另外呢架係佢哋另一個系列嚟嘅，1:48系列啦。通常如果師兄玩開咧，其實你見到係一啲比較大架啲，差唔多一尺長或者叫10寸長到，好似盒咁大嗰啲，嗰啲其實佢哋又叫1:28嘅。咁都1:28對於模型嚟講就好騎嚟咯，個標準。但係對於人仔嚟講咧，人仔加個坦克車咧1:28係啱好嘅。咁所以呢個系列1:48咧就好似模型嘅一個其中一個冷門啲嘅 skill， 但係其實咧砌出嚟咧就肯定配唔到人仔，你可以配嘅，但係咧個人仔比較大啲，咁佢哋係做嚟可能一個叫做門檻低啲嘅市場或者叫初入門級咧，其實個車型咧我覺得做得翻嘅。另外咧就係冇人仔啫，咁佢都按翻俾你，因為佢哋好明白咧歐洲公司都知道，你一跳啲大細跳曬咧，其實好冇人嘅。對於一傳統玩家，歐洲玩家咧，佢對比例嚟講都好講究，咁一係就唔玩就要一樣嘅。咁我都同意嘅，咁所以呢一個咧，我見到咧，其實佢都係新系列嚟，咁呢一啲系列咧，通常都係100多蚊價啫，又一定唔過200蚊，因為其實你睇個件數咧，315塊，呢塊可能貴少少呢一隻，係因為依個優吉爾通常個車身比較大，咁啊315塊斷估都唔會過2嚿水噶，嚇1:48嘅係新車嚟噶，佢啲系列咧唔覺咧係27字頭咧2717，差唔多出咗10幾款噶啦，所有德軍嘅著名坦克啊，基本上都出曬，好似揸 King Tiger 未出啫。咁、當然仲有好多細車未出嘅嚇，即係嗰啲 SBG 啊，嗰啲突擊炮啊，嗰啲可能就未出嘅嚇。實我發覺係好缺噶，咁熱門嘅德軍德咧，即係三個突擊炮、六隻突擊炮咧，佢出得好少，唔知點解。其實有出過，但係其實佢再出，佢次次都會 upgrade 嗰啲啊嚇，即係個形態同埋佢唔係淨換 deco 嘅，通常架車係改咗設計，會靚啲嘅嚇。如果我錯啊，請更正我啦嚇。好，咁呢個丘吉爾一睇就知啦，2717，315塊，
好，讲完啦，都系好多价噶已经。反而呢个咧，我见到发觉咧，我留意到咧，系好多比较年轻嘅玩家咧，系会玩呢个系列，唔知点解。另外跳翻转头，又系另一个 situation 啦。我唔啱啊，跳嚟跳去。不过分开介绍可能冇咁闷嘅。呢架咧系2267，头先个2266，其实即跟住落架。咁咧型态咧型号咧，唔同型号嘅，你睇架车身咧都明显唔同嘅，车头系短啲嘅。咁呢架咧其实仲低1:35啦，佢叫。其实1:35唔系即系1:28，但系装咗人仔，即系呢个我真系唔系好明啊。但 anyway 配埋一齐玩咧，又冇乜违和感嘅。睇翻呢个咧，就系似翻嗰啲黑帮嗰啲样。嗱呢啲其实咧喺大牌子有冇咧？其实可以出好多好多，多不胜数佢哋嘅公仔嘅种类多得好紧要。咁多年，但系咧有时呢啲唔系成日出噶吓，因为见你其实来去主力都系主流出啲最大嘅 IP 啊。咁所以反而呢啲咧系难揾噶，我知道如果喺 LEGO 嗰边。咁啊呢啲佢出埋呢啲，我觉得几好，即系几好玩啦吓。咁啊特别啲啦，又唔好即系嘢嘢都系IP 啊、動物啊、嗰啲動物人啊、嗰啲 character 咧、超 superhero 嗰啲，咁其實都係好玩啦，但係即係夠啦嘛，我只覺得嚇。咁呢架車咧又連咗人仔，咁佢屬於咩咧？可能係民用啦，因為有個咁嘅著西裝人，但係似黑幫人啦。其實你夾支 Thompson 俾佢真係一流嚇。咁啊，依只係262塊，22671:35嚇，都係同期推出嘅。咁啊，大家唔需要擔心，如果唔熟 Paul Kobe 嘅話。絕大部分99%要攞拉伸嘅授權，佢哋全部都攞嘅。好，呢架又係嗰個1:48系列。咦，嗱，終於出翻架，不過都係盟軍車嚟噶。呢架咧 T3485一睇就知啦。咁我發覺咧喺我遇到嘅年輕朋友當中，即係好細幾歲至到廿幾歲咧，佢哋竟然係中意玩呢架嘅。呢、這個我唔知點解，可能係 game 嘅可能性啊。我估咋。好，睇翻呢只咧2716啊，27字頭就係1:48嘅坦克車，冇人仔噶啦，唔使問噶啦。280塊咁啊，都係比丘吉爾仲少咗啲啲多嘅，應該係咯。咁啊，少啲多咁啊，但係價錢都差唔多。咁啊，但係個款又唔同嘅，唔係第一次呢、這個款係第一次出㗎嚇、啊。雖然都係叫 T3485，好似之前有 T34 嘅，變咗啲唔同。佢咧就話係 German Staff 噶，咁啊7230呢間似乎係德國本土嘅車啊，係啦 ，Place of Origin 係 Germany， 咁就時代都唔使睇啦，睇只係嗰啲年代噶。咁呢架咧就戰士啊，係啊，有個少少嘅德國軍徽度嘅嚇十字徽咁啊。咁所以呢個係應該戰士用噶啦。German Staff 卡1:35係啦，咁啊200零塊2277係啦。咁啊中意砌車仔，我自己會中意，因為有時太多坦克車你好悶嘅，咁啊配啲車仔啦，裝啲軍官嘛。有時啲軍官會裝用呢啲車噶嘛。好，咁啊 staff 用啦，即系文官用啦，唔系挑啦。呢个就去翻我哋常常玩嘅佢叫1:35，我真系俾极亲。佢有啲或者1:28，我唔知啊。啊，1:28嗰啲应该系咧大型嘅现代坦克。好啦，咁所以我见佢曾经都系配人仔嘅，佢哋人仔啦。咁而家近期咧，上次我拍咗条片未剪出嚟，嗰条咧就系讲一个 leopard， 即系德军嘅现代坦克叫 leopard 2A5咧。咁啊冇人仔嘅，咁佢叫1:28。咁所以其實如果嗱，唔好試下更正翻傳統嘅 Kobe， 如果二戰坦克車咧或者 vehicle 咧，佢哋都1:35就連人仔嘅，1:48嗰啲就略為大啲有個人仔。好啦，咁呢個換句話，呢個連人仔呢一架咧，大家都會中意噶啦，因為呢啲逢親 SDKF 2Z 字頭嗰啲咧，全部係德國嗰啲車輛嚟嘅嚇。咁啊10號咁啊 Demark 係咪啊 D7？ 我唔知道啱唔啱德文，因為讀法唔同。咁就有個人仔嘅非洲軍團嘅，冇錯，係啦。咁就佢哋叫 light half track， 即係小型嘅輕型嘅半履帶車，即係半履帶，即係前面個轆就兩輪驅動啦，後面就用履帶。咁呢啲通常係負重啊，或者叫上啲 KQ 路程嘅道路咧，就會啱少少啊。所以運兵車啊、裝物資啊呢啲都係常見嘅。咁呢個公仔咧，講到明係 DAK 噶啦，即係非洲軍團嚟嘅。好。280几块，你系计个件数，你都知道大概几钱噶。好，另外转转话题啦，一致大战呢架，其实就大家都要睇信息都见到，但系第一次翻嚟嘅一货，咁咧都1:35，所以就顾名思义咧，个人仔就一定系一战嘅英军嚟噶，一睇过嗰啲咁嘅好似只镬咁啊冇咧。好 ，anyway， 好睇翻架车先，嗱呢架车咧犀利啦，劳斯莱斯嚟噶，啊 Rolls Royce 嚟噶，一个 Rolls Royce 嘅装甲车。一次大戰用的，大家如果唔知即係或者
未熟讀呢歷史咧，其實哇，原來勞斯萊斯當年係用咗做裝甲車嘅。好，咁呢個咧就中意坐啲另類啲一戰嘅朋友。咁呢個 Kobe 系列咧，本身都出咗啲坦克車嘅一戰。啊，兩邊西方即係東啊，軸心啊，唔係嗰啲叫同盟國啊，同埋另外一個國家，即係另外嘅聯盟啊，同盟國聯盟對手咧，佢哋都係各自都有啲坦克車出過嘅。咁好少嘅咋，咁裝甲車都係當時都好罕有，基本上用步兵咧係好殘酷咁喺戰場度打壕溝戰啊。咁啊，一場仗可以死幾十萬人，真係我睇翻啲歷史，哇，係好恐怖。一次大戰係相對地殘酷，因為同埋用毒氣，所以死亡人數係非常之多啊。好，咁呢個就勞斯萊斯。咁嘅裝甲車好勁㗎，因為有啲機關槍。當時咧，大部分用步槍嘅。好，咁啊 ，number 係嗱，我漏咗，唔好怪教。2988，260幾塊一個人仔。咁如果呢個時間咧，又要砌下嘢啊，輕鬆下，開心下，又唔係好貴，分分鐘一張戲飛嘅錢，咁就搞掂啦。又可以砌到嚿件嘢出嚟，又拍打發時間，我覺得唔錯啊。OK， 呢架我最中意嘅。好多見嘅好多師兄咧，就成日問：喂，有冇綠色嗰架？即係綠色翼嗰啲，綠色嗰啲即係後期型嗰啲，或者裝甲重嗰啲嘅零式機。咁咧，但係真係講真嘅，偷襲珍珠港大部分都係呢只色嘅。咁當然有啲綠色係後期嘅，可能係陸軍啦，同埋後期型嘅，因為海軍通常係用呢種保護色嘅。所以如果你係諗起日本最輝煌年代咧，應該係呢啲色嘅嚇。咁當然綠色嗰啲後期型都正嘅。咁但係零式機經典都係前色嚇。好啦，咁呢个呢其实就系咪第一次出呢？如果呢只款零式机就唔系第一次出嘅，我都砌过一只。咁但系呢个款呢，即系砌个外形呢，我发觉呢个系唔同嘅。所以我就话其实 Kobe 嗰啲佢好时呢佢再出呢系会嘅，即系翻印同一个 number， 佢唔会即系呃你只咗叫 number， 系成只系重新翻印系有，但系唔多好少。咁如果系同期即系接近期间佢再出呢，就可能會改 deck 或者唔同款啦嚇，咁但係如果隔咗段時間先出咧，通常佢都會 upgrade 咗嘅嚇。以我所知嚇，咁呢個零式機我見就好似唔同，因為啱我砌嗰架收埋咗，唔知失咗去邊，咁所以就對比唔到。咁但係我自己目測應該係唔同嘅，飛機就唔同比例，1:32，咁但係人仔都一樣啦。好，咁啊5729，340幾塊，咁呢架可能會過兩嚿水或者可能三嚿水都唔定啦。好，寫到明明式機嚇，咁啊睇下講有咩資料先。日本咧冇咯，佢冇講話喺咩戰艦上面噶嚇。咁啊，通常呢都係艦載機嚟噶。OK， 另外叫戰機，好，唔係死對頭，係軸心國嘅盟友，德國嘅另外一隻王牌機，日本就零式機啦，成日都講噶啦。德國咧唔使講 B109 嚇，咁啊後期就唔係 B109 啦 ，FA108 啦嚇。FW108 啦，咁主要都係呢兩種戰機嘅啫，咁都有好多變款。咁二次大戰嘅時間咧，個速度太快，因為正式大家全面戰爭應該係1941或者39年啦，39年叫全面戰爭啦，咁所以咁短期間得個6年咧，其實好多嘢都未開發到，所以其實好多時啲戰機係不斷喺戰場上嘅經驗啊，同埋好短促嘅時間一不斷去 upgrade。睇翻呢架機，呢架 B109 唔絕對 E3 啦，唔絕對唔少呢個 Pilot Ace 揸過嘅，係有。機師名噶，哇出埋呢啲底仔 ，Otto Officer， 我唔知道啱唔啱 ，Horse Paris 系啦，呢、這個肯定係一個冠軍名，但係咧我記憶中唔係啲 top 嘅 pilot ace 嘅，top 嗰啲 pilot ace 嗰啲名我就大概記得嘅，即係你叫我背就唔得，但係 anyway 咧有個人幾個人咧，即係係玩人仔啊，草模型又好，積木都好，都係一個。其中我哋一啲啊中意嘅一啲方向嚟嘅嚇，特殊啲。咁呢部機應該都係明顯係嗰啲自己嘅座駕機啦，因為有曬啊團徽啊 number 啊咁機號嗰啲應該係。咁我目測咧，其實機身都係同我以往砌個 BF109 有啲分別嘅，因為大家知 BF109 超多 variant 嘅，超多唔同款嘅。咁佢亦都不斷喺度改善緊啦。咁尤其是啲引擎啊、顏色嗰啲好多標誌性嘢咧都做咗，唔錯啊！333/25727。咁啊，同啊零式机一齐就一对盟友啊，就唔系对手。你都又系德军，哇！呢架车一定多人中意啦。首先系灰色，唔使讲啦。灰色咧喺积木界咧，德军就系呢个灰色噶啦，即系唔知点解嘅。其实有段古呢度唔讲啦。咁咧呢一届又系啦 ，SDKFX2 set 嗰啲7号黑漆呢个系大好多嘅。呢啲好常系我哋嘅运兵车啦，模型成日都见噶啦。咁咧呢一次咧比较 hardcore 啲喎，佢摆咗两只。正常嘅陸軍武裝陸軍，好多時係擺機師啊，即司機啊，煮飯嗰個啊，硬係好似爭少少唔係戰鬥部隊。呢一次咧，佢比較腐老啊，兩個嚴格嚟講都係戰鬥部隊嚟嘅。我睇個樣啊，好啦，
咁啊，人佢有冇特別介紹咧？冇，總之一個係德軍，一個國防軍，另外一個咧空軍嚟嘅喎。所以呢套咧好玩啊！即係其實一套裏面有兩個，其實佢散裝嘅兵或者叫做合裝兵仔四個啫，係從來冇出過空軍呢個裝束嘅。我自己見啦，空軍機師又有啦，但係空軍嘅極少啊，可能出過一個散兵。所以呢兩個兵本身，如果係你中意 Kobe 人仔呢個價值都幾含量高嘅，因為未出過，有國防軍，有空軍，係啦喺曬度，未有 SS，SS 我諗佢哋未必出啦嚇，因為之前有一隻卡車咧，有個好似疑似唔知希特拉定哥林咧，係因為有人投訴佢哋都好似即係 cut 咗個生產嚇，即係冇做到。好，咁呢架會貴啲啦，四百幾塊，同埋砌得耐啲啦，275飛機啦，1:48係啦，1:48。咁呢個現代機嚟嘅，冇錯。咁要玩現代戰機就知啦，呢一架咧 JAS 39 Gripen。咁我自己幾中意真機嘅原型嘅，見到佢個後面嘅尾翼咧，佢都係特殊件嚟嘅。因為見 F-15 咧，佢係用積木砌嘅，即係塊塊砌出嚟。呢個咧係一塊個特殊件，所以 depends on 你嘅喜好啦。咁呢架機本身我現代機我中意嘅，係都好出名嘅歐洲戰機啦。咁啊海用度都高㗎，咁但係中意，但係唔會咁多人識咯，好似 F-14 嗰啲咁樣，咁但係呢個如果玩戰機嘅都不妨啊嘛，因為機身唔係好大。5280，480塊，好細價啫，唔係好大價。咁變咗收藏冇咁麻煩，因為始終咧香港人玩戰機係爭少少，因為地方問題，擺戰機係即係擺喺戰車可以擺咗兩三架，一架戰機嘅位其實就要兩三架戰車擺到，咁所以真係有啲黑人玩。好啦，就係講 F-18 啦。呢次 F-18 咧就唔係 Top Gun 嗰幾隻啊 ，Top Gun 嘅 F-18 咧係第一次佢出 F-18 喺呢個系列裏面咧，可能係現代戰機嚟講第七八隻度啦，咁但係出得好好啦，唔使講，咁因為個銷量啊同埋口碑，大家睇翻啲片或者去見實物都得噶啦。咁呢一架咧，呢次咧 F-18 咧，好明顯，因為佢已經有好多特殊件去用翻啦，咁佢啲顏色唔同啦，同埋嗰啲 stamp 片、啲 pad 片唔同啦。咁但係咧，你會知道，因為由於之前嘅 F-18 嘅基礎咧，所以呢個機出嚟嘅機型一定唔會太擔心嘅嚇。咁你見到咧，呢啲係特殊件嚟噶嘛機型嚇。但我見到佢似乎都有好似有改良過，即係改動過，係咪改良唔知啦，有改動過少少，咁但係大致上機型我相信係差唔多嘅。咁至於大家關注嘅，究竟嗰個人仔呢係半身呢定係全身呢？嗱，佢度冇人，通常係有人仔，佢就有全身人仔度嘅。咁我見佢就冇，我懷疑都係半身，因為之前嘅 F-18 個 Tom Cruise 嗰個 Maverick 呢其實都係得半身嚟啫。F-14 嗰兩個公仔呢就全身嘅，但係 F-18 嗰個呢得半身嘅，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買嗰陣嚇。如果想湊人仔咧，就要諗諗啦，係咪買曬兩款咧？嚇，可能係噶。咁啦，呢個 F-18 有少少唔同嘅資料見到，係 F-18C 係啦。我見到個機型係啲細節位有啲唔同嘅嚇。咁啦，呢個好明顯係美國機啦，成個美國頭盔喺度。咁啦，呢個中意嘅可以有後面有一隻啦嚇。咁我睇到個引擎位咧，其實係我睇緊背面啦，係同之前嘅 Top Gun 嗰只咧係幾唔同嘅。咁大家不妨可以 compare 下兩架啦，或者上官網睇睇啲相。講翻啦，馬先5810係啦，500字頭叫現代機啦，第十款都出到嚇。咁但係好多機都非常之正嘅，例如 A10 啦、繞式電機啦嚇。當然 F-14 係真係我睇到係最好反應嘅，500幾塊，咦？好似唔係好大架。好嚟到啲明星嘅啦，咩明星嘅咧？玩 Kobe 唔玩二戰就比較少啲㗎，多數玩二戰嘅。呢個仲文明星嘅 Panzer III J 嚇，喺戰場上喺模型界上呢架都成日用，成日會見㗎啦。咁三 Panzer III 都係最多，點解唔出 Stark III 咧？其實出過好似，但係出得太少喎。我希望出翻多少少，都唔知點解，真係唔知點解。係咁呢架咧，又係 DAK， 好中意出 DAK， 唔知點解。其實有個原因嘅 ，DAK 嘅沙色咧，大家冇爭拗。Kobe 唔知點解，佢係出灰色沙色。之前出嗰啲色咧，其實都係冇咁好。出翻只深灰色或者淺灰色咧，就好受歡迎。其實喺淺灰色係，我就覺得係錯錯地嘅。但係咧，淺灰色係好受歡迎嘅，喺坦克車出就係、是、衫都好啦咁但係沙色就冇爭拗嘅咁所以沙色佢哋出好多，雪地色都可以啦咁我想雪地色係難啲，因為雪地色佢要做啲迷彩或者雪地嘅塗裝出嚟咧比較困難。但係我砌過一架雪地嘅Panzer IV咧，應該冇計錯 Panzer IV 或者個。拉長啊，即係嗰啲自走炮咧，其實非常唔錯嘅。而家你見唔到噶啦，已經嚇嗰陣係出過噶，唔知幾時會翻出個新款啊，唔知啦。有排啊，呢啲機款唔知解。咁但係嗰啲如果見到，真係爸爸諗即係買啦。因為我見到之前我自己都執過一隻 SPG 2即係自走炮係用 38T 底款嗰只咧，
哇！即係而家你揾都揾唔到噶啦嚇。咁啊 ，anyway 咧，呢架係主角機嚟嘅，咁所以可能都產量都唔會太少。咁但係有時啊，即係失驚無失。呢架700多块噶大價噶，係啊，唔好以為 Panzer III 係細車啊。好啦，咁呢次咧武裝人又係冇嘅，好奇怪啦。俾兩個唔係武裝人員嚟嘅，一個就哇好老噶白，睇怕都唔係老武裝人，佢就冇衫著。一個咧就係德軍啦嚇，咁呢個個樣都。唔係好武裝嘅，又講 DAK Tank Crew 即係沙漠軍團嘅坦克兵，係咯呢種衫，係啦呢種綠都係淺色啲嘅，係啦，因為綠同沙黃色。咁啊，佢有介紹到有兩個 Two in One 嘅，其實之前已經出過唔知 Three in One、Two in One 㗎，即係其實可以砌兩個款嘅，一個咧可以砌長啲炮管啦，我砌短啲炮管啦，分別大唔大？講真啦，真係唔大嘅，係啦。咁但係佢可以俾你砌到兩個唔同長度炮管咯，啊咁啊，車型嚟講咧，絕對唔需要擔心啊，睇睇嗱，佢啲官圖係實物嚟嘅，所以你都同埋積木，你點影都係咁影噶啦，即係除非光線問題啫，你唔會影到攣咗、彎咗咁嘅，所以咧，其實係還原度非常之高，係勁似模型噶。Panzer PJ 2562啊 ，number 係788，所以價錢應該我估啊，係估唔到啊，起碼400元以上啦，呢個可能400元。仲有最後三盒。快快手啦！好呢、這個一戰嘅終於出爐啦。嗱，我冇記錯咧，其實呢一架一戰德國坦克其實類似型號出過嘅，不過好明顯我見 upgrade 咗，而舊嗰款亦都賣曬斷曬市，揾唔翻噶啦。我曾經有一架零兩架唔記得咗，咁失咗喺邊啦嚇。咁、我遲啲可能都要掉翻出嚟賣嘅嚇，因為湊唔多咁多。咁呢個咧，佢 upgrade 嘅肯定就係啲散件先啦。嗱，有隻狗嚇 ，Mercy Dog 嚟嘅嚇，幾犀利。一個就 Jeremy Madden 係啦。當時嘅一戰嘅醫療兵啦，嚇咁呢一個特別嘅地方咧，其實車型好似冇，即係其實一戰嘅坦克車好少款嘅啫，啊雙方都係得一款兩款咁多，咁但係呢一款咧我砌過嘅之前，咁所以咧呢一個新油就係咩咧？咁啊真係冇氣場佢哋啊，佢就係有咧內籠嘅，之前嗰個冇內籠噶，有啲門可以打開可以裝人，但係裏邊即係冇乜。冇乜特別嘢噶，咁呢一架有曬內容，咁啊即係獻咗新油噶啦。咁但係點解可以楞個醫療兵？我真係唔知，因為架車基本上就係攻擊型武器嚟啦。咁有個醫療兵，咁就唔知啦。嚇、啊！咁但係我見到佢嗰啲炮咧，個車身上個炮好似有啲唔同嘅嚇，唔、知係多咗啦，有內容啦，同埋啲 stamp pin 咧，我 pat pin 啊，成日講 stamp pin，pat pin 咧係複雜咗嘅，係啦。咁個車型我覺得稍稍都調整咗嘅，佢通常佢都係會改過㗎，好得意，唔知點解㗎嚇，即係可能就係氣場啦。咁呢個咧係1:35啊，叫2989個 number 去到後啦，840块，1人1狗，一人一隻狗。咁啊，但係仲有個主角，嗱、呢個我反而我中意喎，點解咧？即係唔係炸人又炸 ？Panzer 必出一次，呢、這個 Panzer 5号車戰車，仲似啊，仲似睇翻相係勁似嘅。不過又係出沙漠色，點解唔出一啲啊迷彩色，即係歐洲戰場色咧？冬天色，冬天色就難玩啲，我知道，即係冇乜特別啦。但係歐洲戰場色啲迷彩，佢哋 handle 得唔錯㗎、譬如之前講嗰架烏克蘭之幽靈嗰隻戰機啲迷彩啦，甚至佢德軍啲 King Tiger 坦克車嗰啲迷彩，我覺得 handle 得唔錯嘅。即係佢喺個積木上面印咗顏色啦，或者選購咗唔同顏色啦，咁組合出嚟係冇乜違和感嘅。炮型下咧，肯定大過噶頭先嗰只3J 噶啦嚇，咁啊再大嗰啲840块嚇，2568呢個全新嘅，其實成架車復原度係超高啊，就覺得係好靚。不過咧，可能大家有啲未必係最開心嘅，嗱佢叫1:28喎呢架，見啦1:28，所以真係有啲好吊鬼啊，我都唔知好難捉我啊，但係人仔都佢個，咁咧呢個咧其實佢係應該係一個波蘭嘅。即係同波蘭嘅一啲戰士有關嘅，冇錯啦，佢有 Polish Home Army 即係抵抗軍啦。咁後期就唔知點解可能搶咗架炮型產出嚟用啦，咁就一定唔係早期嘅，1944年8月1号係啦。咁但係個車身嘅形狀係即係極度似啦。嗱，呢個睇對翻一幅真實圖片，同埋佢呢個係 mock up 嚟嘅，即係唔係相嚟嘅，但係 mock 都唔會歪，即係唔會差得太遠嘅，就係個車請翻出嚟。哇！真係好接近嘅，咁你睇翻細節啦，咁呢啲唔講啦，你帶逐塊砌，
有少少辛苦，因为做快砌，但好处就系真实还原坦克车嘅状态啊。咁啊，所以呢架咧就唔系典型嘅德军战场上坦克，就可能系波兰，因为佢波兰公司嚟嘅。咁所以出呢款咧，佢哋好理所当然啦。但本身车型嘅复原度好高，所以呢款我都系推介嘅。咁呢架佢就俾咗两支枪你，一支就系 M34 啦，战车上面嘅 M34 啦，另外就系支 MP40 系啦。咁啊，呢、這个靓仔嘅，同期咧好似都有一个另外一个 Panther 嘅吓。差唔多樣，咁但係唔知道就冇揾到出嚟，可能之前已經到咗香港，即係賣咗一陣噶啦。最後一架其實見咗好耐噶啦，終於咧就揾到佢翻嚟啦。嗱，呢架要講講耐少少嘅，唔會攞多啫。瑪莎拉蒂攞證授權嘅意大利嘅超級跑車。好啦，瑪莎拉蒂其實香港係少有嘅，香港通常啲人都係揸牛啊、揸馬啦嚇。咁啊，瑪莎拉蒂咧其實喺外我諗外面嘅地方咧都非常之流行噶嚇，咁咧呢一架咧佢係1:12，咦？咁砌可唔可以配一配個 Black Series 嘅白冰？係啊，理論上係噶。咁同埋咧攞證拉伸之餘咧，個重量係非常之重噶，我諗起碼有4 kg，甚至5 kg。咁咧2200多塊，足足咧仲多過一隻大和號或者比斯麥號嘅數量嘅嚇。咁number 2433嗱，呢一個咧係一個普通版本嚟嘅嚇。雖然係 official license 兩款嘅，有一款咧係靚少少，佢哋叫做唔知咩 exclusive 啦。咁啊，呢度翻咗只普通版，因為其實價錢抵玩啲，我哋覺得嚇抵玩少少。咁咧可以睇睇後邊佢啲細節。其實一般啲官圖都係有揾到噶啦，啊，胎盤啦、標板啦、engine 啦，其實好細緻嘅，望一望咧唔係好似呢、這個積木嘅，可能佢啲全部都係特殊件，佢仲新到係啤過啊。咁2000多塊。份量已經夠啦，同埋個細節度好高嘅。咁冇錯啦，呢一款車其實咧，我相信係 Kobe 咧嘗試染指 LEGO 大哥佢哋嗰個跑車市場，因為佢哋出咗好高端嘅一啲跑車啦。咁但係價錢咧就平佢哋一橛㗎，但係一樣有 license， 一樣咁精美，同埋設計都好緊要嘅。嗱，我即係講翻咧大型嘅 Kobe 嘅產品咧，咁喺設計上咧，佢其實唔單止外觀啦、組合啦，加埋就係嗰、那個即係組裝嘅難易度咧，佢哋有思考過，同埋咧結構上都有諗過，即係就咁大隻咧，你又會散嘅，因為一架咁砌出嚟，咁你喺呢方面咧，佢哋做得都唔錯嘅嚇。我就冇去特別去比較翻同最大公司 LEGO 去比較，究竟邊間好啲啦？咁但係咧，我自己砌啲戰艦咁大隻咧，其實 LEGO 都少見咁大隻噶，80cm，咁我覺得完全係好堅固穩陣。嚇，唔好話一路扯到甩嗰啲啦，嗰啲唔好講啦，太差啦。非常之你即係單手拎住隻嘢，其實佢就唔會鬆，唔會有啲嘢甩出嚟或者裂啊，即係嗰啲係處理得好好嘅嚇，好精心去考究嗰個結構嘅穩定性嘅嚇。咁所以呢架車我都唔會擔心，雖然我會唔會砌我都唔敢講，我自己就唔知有冇時間砌，可能或者揾 friend 砌都唔定嚇，但係。呢架車我自己專登都係即係覺得係要翻嚟俾香港所有嘅朋友睇睇，咁呢一架係唔錯，因為其實係叫做一架正式嘅超級跑車，呢、這個比例咁大架，唔好講話挑戰啦，即係同一個 LEGO 大哥公司咧，即係可能係同一個市場裏面係出現，或者同級數嘅產品出現，咁大家不妨可以砌開呢啲大車嘅朋友咧，可以留意一下，因為平，我諗平好多，真係平好多，平幾多唔知嚇，咁啊一橛價錢噶啦。但會唔會俾到你同一樣嘅滿足感呢？或者可能有㗎。好啦，咁今日呢連續介紹咗16款嘅新嘅 Kobe， 叫做新地啦，即係啱到港嘅 Kobe。咁大家即管可以對有關方面留意一下啦。咁希望大家鍾意呢一集，咁希望呢張相幫到大家啦，尤其是儲積木嘅朋友，或者鍾意積木朋友可以對一個新嘅牌子，其實都唔係新㗎啦。我諗都有十幾年㗎啦，咁就係一個牌子係可以多個選擇俾你。好，今日到咁多。I'm Brian Lok, you are watching Choice TV。See you, bye-bye.